兴地产的劳总是我干爹，你们敢动我，你洗定了。哼。孟雪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订了山京最有名的香格里拉。这个小姐姐真的太幸福了，一会儿这个刷50万，一会儿那个刷100万。
不要打了，干爹，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不要打了。干，你给我闭嘴！现在踢你妈也不好使了。